今天是你梦想实现的第一天，一定要加油！把握好这个机会。怎么这么高呀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不是，干什么呢？对，咱们俩是不是见过？ 应该没有吧？你在这里上班？对，可以看得出来是吗？今天是我在影猫头的第一天工作。你好，你也在这里上班吗？你是影猫头的模特？怎么可能？我要是模特的话，那影猫头杂志还能卖吗？你平时都这么笑？ 啊！那我先走了。李慧珍，我知道你叫谁了。啊，你是那个超女，卓别林吧？不是，我是李慧珍。你好啊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是编辑部的？啊，那以后请多多关照啊，多多关注。 李慧珍，你终于来了啊！对，你好。今天可是你上班第一天哦。对。来来来，停一下，都认识一下，咱们新来的同事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慧珍，今后我一定会努力工作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照我，谢谢。哎呀，来了就好，来了就好，一定要努力的工作啊，千万不可以偷懒哦。我绝对不会偷懒的，主任您放心吧。我相信我的眼光一定没有错了。谢谢主任，那主任我在这里是做什么工作呀？ 啊，问得好，我就喜欢你这不懂就问的年轻人。你要想知道你负责什么，你首先要清楚我们后勤部负责什么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后勤部负责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，以及给各个部门提供系统完整的后勤保障。简单点说吧，我们后勤部就是公司的核心之中的核心部门。 我知道了。嗯，你呢？先实习3个月，3个月结束以后，如果顺利合格，你就可以成为我们后勤部的正式员工了。哦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哎，那么你这3个月主要负责什么？知道吗？主要负责认真努力的工作。好，我知道了。OK。这个就是你的座位。我有座位啊。啊，对啊。哦，谢谢主任。看看。哦，不得了了。哎呦。 还可以吧？哦，挺好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哎，好，对了，刚才啊，前台说让咱们去一个人把咱们的员工证领一下，谁去啊？我去吧。好，就你去。哎，你知道地方吗？前台是在那边。一楼大厅。啊，好嘞，那我先过去。好，慢点。我。 工作证，啊、恭喜啊！这是你的工作证，恭喜！哎，你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可以随便扔呢？应该要好好带着才行啊！我是来这儿绑一张饭票的，所以才进了这最清闲的部门。不然以你的资历，这辈子都不可能跟我同一个部门。所以放明白点，嗯。 可是这可是员工证啊！李慧珍同学，主任，哎，啊，主任，哎，好完了，就差一个了，真不错。现在啊，我要正式的给你安排今天的第一项工作，也是我们部门很重要的一项小业务。你要保证一定出色完成哦。我一定会出色完成任务的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的。你一会儿啊。 到材料室去领些画报，把一楼的海报贴起来啊！好嘞，嗯，好嘞，那我去领材料了。哎哎，好，去吧。真是没看错，嗯。
慧珍，回去忙。哎，慧珍，刚好有事要跟你说。咱们公司啊，各个部门每个月轮流要为公司策划一个主题。然后呢，后勤部负责以他们策划的主题要求为主，来安排公司的装饰。我想啊，这个月的沟通就由你去，怎么样？哦，谢谢主任给我机会。哎，对了，在去沟通之前啊，别忘了把已经有的装饰都撤下来。啊，好嘞。OK， 好 ，OK。放手去做吧。好嘞，谢谢主任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天气这么早就开始热起了，没胃口啊！慧珍呐，你给大家买点鸡腿可乐开开胃吧。